大家好，我叫爆咪的，今天为大家煮的是非洲鸡。首先用盐、胡椒粉、柠檬、泰椒、蒜、红粉、黄姜粉、花生酱和香叶腌好只鸡。非洲鸡其实是很传统的澳门土生菜，这个菜式其实是很特别，因为有中西合璧的材料，有几百年历史了。因为我爸爸是一位厨师，所以我小时候已经跟他学煮餸，而我对于澳门土生菜有特别的兴趣，亦都想保留住我们的特色。我希望新一代的厨师可以继续维持我们澳门土生菜的特色，希望大家喜欢啦。